谁家混双这么欠啊？这边人家小石头好好在那坐着发呆，这个大脑袋偏要用球拍在人家头上铲来铲去。这边莎莎捡起球后顺道给了梦姐，随即和梦姐有说有笑的往回走。突然皮痒的莎莎给了人家梦姐一脚。这时拿着衣服回来的大脑袋晃悠晃悠的走着，突然看见小石头不听话的手又往人家头上薅。此时训练有点累的莎莎放下拉绳带，随即向大迪比划了几下，然后慢悠悠的向人家大迪靠近。突然调皮莎上线给了人家一拳，国乒大合照时大胖绕了一下经过大头身边，这时大脑袋拉住他嘴里不知道扒拉啥，然后对准人家屁股踢了一脚。这时莎莎还挽着人家圆圆肩膀有说有笑，这时妹妹开玩笑说看你抠才给你吃零食，气不过的莎莎哐的一声给人一拳，实在是太逗了。这边大头遇到刚核酸回来的石头偏要拦着人家再陪他去，熬不过的小石头只能妥协了。